回来了。嗯。喝酒了？嗯，喝了一点。不说了，我要睡觉了。这么早？早吗？都十一点了。你前几天都是凌晨之后才睡的，哦，难道你今天要和实验？没有，真的假的？关我什么事？你觉得是我的问题吗？你要洗澡了吗？先不洗。哦。心疼你，怕伤到你手指。我不是来听你解释的。却舍不得逃脱。